林振宇是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生，而家研究紧开发一个网页，帮年轻人找工或者系创业，甚至做埋团购赚钱做生意。依家你找工又人工又唔系高啦，又或者可能难找工啦。咁同埋好多年轻人都，即系依家嗰啲年轻人都可能想系创业啊嗰啲啦。咁我就睇下有冇用一啲 IT 嘅方法可以帮助佢哋咯。一坐定定听书就会瞓觉嘅林振宇，咁对电脑有浓厚兴趣。读中学嘅时候已经想投身资讯科技行业，咁佢读咗半年中六就退学，咁转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FE 嘅软件工程高级文凭课程，读三年之后再入大学。好多人都认为互联考之后升中六读 B 科系一条正路，但如果要我坐定定两年喺度听书嘅话，我会觉得好闷咯。加上我本身嘅兴趣系 IT 同埋 software 各方面。咁，與其浪費時間，不如早啲揀 IFE 啦。林振宇喺城市大學修讀電腦學學士，咁仲以一級榮譽畢業。而家就喺香港大學修讀電腦科學理學碩士。其實我就一向都唔係好努力讀書嗰啲人嚟嘅，咁但係就因為係讀翻自己有興趣嘅嘢咯，咁所以都會比以前積極咗咯，真係會有翻啲心機去讀咯。咁跟住咪上到大學，咁一路都係讀翻啲computer science 嗰啲嘢啦，即係都係電腦嗰啲嘢，咁所以成績都算 OK， 咁就所以先有個機會再讀個 ConU 個 master。讀書期間，佢創立個人網絡服務公司，幫客人設計網頁同埋編寫網上商業軟件，咁客户嚟自全球50多個國家。我有一個夢想，就係希望透過資訊科技可以為人類帶嚟方便同埋樂趣。就好似我最近做過的一個手機程式咁樣，只要我在上面畫一些簡單的圖案，就可以指令去做不同的動作。舉個例啦，如果在上面畫個心心，我就可以即刻打電話俾我女朋友噶啦。林振宇形容放棄中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，因為轉讀高級文憑令他有機會在大學選修有興趣的專業。他希望完成碩士學位課程，可以幫到自己設計更多大眾化的電腦軟件程式，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。香港風雲電視記者胡海文報導。